我是李文翰，然后叫我旺旺就可以，我小名叫旺旺，好吧？因为我属狗嘛，所以叫旺旺。杭州李桂花，桂花啊，桂花。好像有一次我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，因为杭州市市花是桂花嘛，然后我有杭州人。你是杭州市市花？好吧。我是乐队负责男子汉主唱的李文翰。男子汉，男子汉。就叫礼物盒吧，因为我叫李文翰嘛，然后缩写是 LWH， 礼物盒也是 LWH 嘛。老铁们，你来吧，老铁们，你来吧。老铁是一种亲昵的叫法。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什么情绪。对，因为我的就是礼物盒们把我保护的很好，对，所以现在就没有什么感。就是感觉了。对。小心后面车，小心后面车。哎呀，红雨啊！哎呦。多喝热水。记住，一定要多喝热水。要注意身体，多喝热水。好。我会送保温杯。保温杯。多喝热水是吗？为什么你这么执着于多喝热水？四个字也可以。是什么？多喝热水啊！又是多喝热水，我会多喝热水。你喝热水了吗？就是我的话，他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出两次道嘛，然后第一次是在五年前。我大概是16岁的时候开始当训练生，我觉得出道后应该会是风风光光的，然后各种在舞台上叱咤风云。出道之后的一年，我们几乎都在跑通告啊，然后也有舞台，但是后三年的话，几乎都是在拍摄影视方面的东西。我没有想到我会偏离舞台这么久。就是不敢去看演唱会，然后怕自己就会想冲上去啊，就是想赶快回到舞台上那种感觉吧。恭喜乐华娱乐李文翰。我想最最最最最最最想感谢的是你们，有了你们真的好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别人问我想拿第几名，我说是第一名，但是心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底气，是你们让了我有了这些底气。我想说，我以后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跟你们一起永远走下去。我爱你们。无心而过，留下沉默，什么时候才能拯救我？不考虑后果，感情直觉没有对错。如果你把我当成小丑，也不对错。我愿等你坦白 I'll be the best guy ring